然后把一些心得撰写在 Word 或一些文书工具上面哦，然后缴交就可以了哦。然后其他的话，VBA 这个不，如果假设 VBA 你现在还不太熟，没关系，VBA 的话算是选项。但如果你说老师我 OK，那没关系，你可以再把它加上去。这个我，当然你加越多了，我给你分数当然相对也就越高了哈。OK，好，原则上这个是其中专题报告的一个说明。好，那缴交的时间的话呢，会是在下下礼拜，下礼拜没上够，所以下下礼拜啊，下下礼拜五的凌晨哦，OK，所以我时间已经设定好，反正就礼拜五之前交就 OK 的哈。好，原则上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因为下下礼拜哦，我的习惯是我其中只要给各位写报告的话，那一周基本上我们就不上课了，OK。